我和妈妈已经回到家里面了，明天早晨就要去医院住院了，但是住院的时候还不能马上动手术，需要把我妈妈的那个血糖调整到正常范围啊。准备把这件事情告诉赛树达，因为明天早晨7点钟就要到达医院，我们6点钟到6点半之内就要出发了。所以明天早晨来不及跟赛树达道别了，今天晚上跟他去讲解一下。赛树达，妈妈明天就要去医院住院了，就和你上次生小孩住院一样。不知道要住几天，她做手术需要住院，因为妈妈还有其他的病，叫糖尿病。我们是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，不是7点钟到达医院。6点钟就要出发了，我早晨来不及通知你，但是我白天会随时回来的。雨儿，其实我帮忙也帮得很少，是不是？只能辛苦你了，辛苦外婆了。没事。那我们明天早晨就要去了啊。已经交钱了。交了多少钱？交了2000块。不够的，我出的，看一下，小宝贝，小西西，睡着了啊，哎，听到了，嘴巴动，又想吃了，他多久没有吃了？刚刚吃完了睡觉。哦，刚刚吃完了睡觉。他的这个皮肤看上去有点黄，但是也还算正常吧，这个光线的问题。今天有一点太阳给他晒了。今天15个小时吧。今天外面有太阳，你抱出去晒了一下啊。对。对，那样就好一点。妈妈加油，不用担心，我和外婆照顾小孩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不担心了。我放心你们两个人。我那如果妈妈住医院了，她吃饭怎么吃？这医生开饭给她吃吗？还是还要回家做饭吃？不用回家做饭，在外面买的吃就可以了。她就是吃饭不能吃太多，医生要让她控制，不要吃太饱。好。嗯，加油妈妈。是的是的是的，以后你眼睛厉害了。还可以帮忙带一下小孩，是不是？不用他带了。不用他带，他想带的。他已经以前特别虎了，不用给他虎了。对，他说你以前特别苦，现在不用给你辛苦了。你看这个媳妇好不好啊？我不好呢。好啊。好。喜欢吧？是的，是好。喜不喜欢？辛苦。不知道妈妈怎么养那个这么多的小孩。养4个，你妈妈也养了3个。妈妈，你生小孩都是在医院生还是在家生？在医院生小孩还是在家里生小孩？我个死我个，在医院你去找了，到处我的生的。那个时候都是在家里生的。哎呀，外婆就是小舅舅在医院生的。那时候很穷，去医院去不起，只能在家里生，很多人都是在家里生的，是不是？如果生的话，家里是老了的，是干嘛你就活。活你从过去哈巴嘎达还要跑的路，你可以再抬着回来撒火。我那时候几个月大？有多大？我那时候他一个人没在呢。我那时候一个月都没有，他就把我放在那个木板上面，然后他去外面摘菜回来做饭。没有像现在这么好。现在很幸福的。现在的你们舒服啊。我现在在还撒火撒娇了，你火。我妈妈说，像现在生小孩的待遇非常舒服了。以前她生完小孩还要每天做饭。好厉害，我特别幸福的，我饭还要洗衣服，有外婆照顾。还要洗衣服啊？不洗衣服怎么洗呢？这该的都是养的吧，
别个生活的也都一样哈。别个有活还是蛮的。别个有活活好一点。我还在有活活是有妈帮我们种起来，没种地就好。那时候我出生的时候，奶奶还在不在？不在了。他那个喇叭还弹呢。还在。那个喇叭还要你们干你们。瞅瞅的，你们施工说是喇叭要喊的，那个沙不拉怕那看到话。还帮得忙的呢。抽喇叭帮得忙呢。好，小孩子要拍嗝了。塞苏达在手机上已经学会了啊。这样好一点了啊，要吃奶了。他现在的饭量有没有变大？他吃的多不多一点呢？吃的多。吃的多。吃的多，睡得多，长身体长得快。现在是早晨时间6:20啊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妈妈已经坐在车子里面了啊。到达人民医院了啊，现在早晨时间6:50。眼科七楼到了，准备进去。早晨来到医院，给我妈妈抽血化验，然后检查了一下血糖含量，血糖含量偏高啊，是12.9。我问医生正常范围是多少，他说是7，所以这个空腹血糖含量还是比较高的，暂时还不能做手术。需要打胰岛素来控制吧。刚才抽血化验抽了6管血啊，小管子。然后抽完血之后就可以吃早餐了，吃了一个蔬菜的那个团子。再等2小时之后还要抽血，然后检测尿液。妈妈和病房的其他病人开始聊天了，这里都是眼睛有问题的。现在已经是早晨时间，接近8点了，带我妈妈去拍片。拍完片之后需要等待2小时去拿结果啊。然后我们又回到7楼给我妈妈去洗眼睛。她这上面的费用清单有哪些东西没做，我需要问医生啊。刚才下去的时候刚好医生查房，没有在这里等待啊，所以有些东西还不知道。接下来我就准备下去拿那个拍片的单子过来。正在打液中，请不要离开。拍片的结果已经拿到了啊，主要是检查肺部，一切正常啊。接下来11点左右就要给妈妈下去买饭吃了，她只能吃青菜了啊，不给她买肉吃。吃母家菜。饭菜已经买回来了啊，我妈妈的也买回来了，一个青菜一个米饭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吃啊。医生之前说吃饭之前要打胰岛素，吃饭之后还要打。中午吃完饭之后医生也是去吃饭，然后中午休息了，下午2点上班吧。然后这个时间段我就出来了，打算去市场给塞苏达买一只鸡，然后带给他回家一趟啊。乌鸡已经买好了，准备回家。乌鸡已经交给外婆了啊，这个塞苏达给，买多给那么干 ，OK。塞苏达和西西还在睡觉啊。我现在继续上街去了，快2点了，已经到达医院了。你拿钱用谁的吃啊？拿着的。胡的吃啊？真的是拿着啊。2点的呢，称那个线还没有？抽线还是23.几。还是23.几？吃完之后又抽的了？抽1点的时候抽的啦。到时候医生会给你开那个胰岛素打进去。我还没不想不生多。你针也不打也不干嘛，记在初心了。不打胰岛素的话肯定是做不了手术的。早晨洗眼睛好一点没有？好的地方。好的地方。以前吃银子看的，还磨不磨？我的这个膏还是磨，说我们的啥有个塞苏达问你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，后面有鸡也没来看，也没那么弄。
摔瓜子没有？没看。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。吃了饭。医生怎么说？什么时候开始做？医生怎么说？什么时候开始做手术？医生还没有说，医生还没开始说。嗯。那个要等他的血糖调整到正常范围，还要等。你敢冲啊？没有。那今天你在那边睡看他。我不用在那里睡，晚上回去睡的。你要一个人走动啊？你在干嘛？能不能一个人在呀、啊？嗯。你要在医院看妈妈，照顾她。嗯，我在医院看你，照顾你。他不要我回去了。我被你怀转了。才是的。我连一个母鸡打呼呀、啊！嗯，你们这母鸡不是打呼的。外婆说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吃了。吃了。吃了吧。吃了。妈妈说什么？啊？妈妈说吃了，吃了。你吃什么菜？吃的蔬菜。不敢吃肉了。不敢吃肉了。嗯，和我一样了，我也不敢吃肉。那辛苦妈妈了。辛苦妈妈了。辛苦外婆了，辛苦赛树达，辛苦你们照顾小孩子了。你需要睡觉了。啊，西西在睡觉。刚刚我们睡觉，刚刚那个给他晒一些太阳，然后这个孩子等一下呢，给他自己洗澡。哦、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要睡了。早晨你给他晒太阳了啊？晒了。嗯，晒了就好啊。就睡了。晒了半个小时。嗯，好，你也多休息。他休息的时候你跟着休息。晚上他要吵你的。晚上。告诉奶奶加油哦。加油，告诉奶奶加油。哎哎哎。刚才问了一下医生，他们说下午5:30以后有专门的医生来给我妈妈打那个胰岛素，今天可能把那个血糖调不到正常水平，明天调到正常水平才有可能动手术啊。今天是做不了手术的，好吧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我是小伟，喜欢的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拜拜。